那现在把钱都花完了，我们以后日子怎么过？看我努力去赚钱啊，去打拼。你去打工吧，去打工。我在家里给你生个大胖小子，我想养孩子。哎，你对生孩子这么有兴趣吗？哎，有兴趣。大家好，今天是小葵跟阿娟定亲的日子，但是我们没有请客，只是一家人坐在一起。这个呢，就是小葵买的定亲信物，想必昨天那期视频大家都知道。我们现在交给小葵。这种我全部的家当送给你。昨天的视频海哥拍的，我看了。啊，我帮我拿一下看看。怎么那么傻？干嘛买那么多呀？当当当！哇，好漂亮！喜欢吗？这叫喜欢喜欢。感动吗？你的心意我收到了。怎么没有眼泪？太开心了。钱花完了以后，日子怎么过？你说这点也不能过一辈子。嗯，这是要我自己努力工作。这就对了。我们一起，我陪着你。好。看看还有其他什么，惊喜不断。那这给你看看这个。这是铜的，咬一口看，金的，哎，有个红的，有个星星，我喜欢这个。我给你戴上，亲手戴上。我听到海哥说，是只要最贵的是吧？我昨天都感动的睡不着了。好漂亮，这么漂亮，很合适哦。我看到好喜欢这个戒指。漂亮，真的很合适你。好漂亮，好看，好看，真好看。阿姨，好看，漂亮，漂亮。哟，哟，你怎么了？感动过了，感动了，开心，开心，开心。这，刚才说的完的。这，哎，你先别感动，不一定是真的。对，这个真的假的我都愿意。现在外面9.9一条，包邮的很多。我看到你的视频上有人在那里说9.9，谢谢。你那是对你真心真意的，不客气。知道，你收起来吧。收起来。这项链，项链戴着。不是，此时此刻我觉得你应该问他是不是真金的。我不问，我感觉一定是真的。阿姨，这个戒指是谁买的？阿舅给舅舅买的。哎，他是谁呀？他是媳妇。啊，今天定亲了。小葵呢，把所有的钱掏出来买了3斤，送给阿娟。那阿姨，首先要得到您的认可，对吧？你觉得该不该送？送，乖送。是沿路的是哪个要打拐套的？哦，就按照我们这的规矩，肯定要这3斤的啊。要是。但是还有一样没买，就是戒指没买。戒指什么时候买呢？戒指，过一下时间来买吧。结婚一下来买。哦，谁出这个钱？谁出吧？钱我来出。你来出，嗯，哇，阿姨还有4毛钱啊！4毛钱我还不走，想办呗，想办呗。阿姨连那个，压箱点都要拿出来，就是为了他们幸福。此时此刻呢，我就想告诉大家，他们是真心接了阿娟。阿娟呢，我也替网友问问，千万不要辜负了他们家。不会的。我这次来就要跟小葵过日子的，他对我那么好，真心真意的，以后我们两个一起努力，
哎，照顾好阿姨，照顾好这个家，有我在，孩子你放心吧。不管以后碰到什么困难，我们都一起面对。好，嗯。觉得太激动了，不知道说点什么。我觉得你一家人应该拉着手。哎，阿姨。叫什么？啊，阿姨。叫阿姨啊。嗯。嗯，定情信用物你收了吗？嗯，你算收下了吗？收下了。那应该叫阿姨叫什么？叫妈妈。来，妈。你是好心哦。跟姐姐跟小薇一起孝顺你。有留一条吧。留一条吧。这一句妈全网都看到了啊，以后进门出门都是妈。嗯，大姐高兴吗？高兴，今天好开心啊，你看妈妈又终于盼到了儿媳妇是吧，这下就放心了哈。盼了四十年啊，是，这是一个好的结果。是，你是不是真心的接受他？是，对心认可他。嗯，是啊。嗯，嗯，大姐呢？嗯，真心的，她这个人挺漂亮，你看又聪明又能干，是吧？哎呀，真是娶到这么好媳妇，是我们我弟弟的福分啊，真的是。我也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人。嗯，对。主要在这感谢海哥，没有你，他们肯定是不会的，真的是功德无量。嗯，等到你抱外甥的时候，你再来说这句话。现在我不敢当这些功劳。哎呀，已经，你看看呀，已经这么好了，是吧？你应该感谢哈。是，我要感谢海哥。如果是没有海哥的话，那个五宝户吃定了。嗯，除了这三字经，还会念点别的吧？真的啊。星期一念什么经？星期二念什么经？星期三念什么经？要不同，知道吧？要换着来。此时此刻，你最想对阿娟说什么？真的对阿娟真的是一路走了，真是挺不容易的。这段时间，这几个月以来，确实对阿娟真是，他那边也那个情况，真的确实挺不容易的。双方都有阻力。对，两个人都双方都有那个嘛。我们打电话也联系过，发那个微信也聊过。我也问过我们的家人了，小葵也知道。对，也跟我妈妈通电话了。妈妈同意吗？妈妈同意啊。你两个儿子同意吗？都问过，都同意。来，我们一起恭喜一下啊！恭喜，恭喜你们！我想用心地来爱着你，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情？我说走在梦中。